转二十八个冷战会做饭的男人。我今天是不会跟你说一句话的。那你饭吃不吃？哼，不吃。好的。你一个人吃得完这么多吗？这也太过分了吧。你要不去拿双筷子啊？你让我的感情留不住你的温柔，留不住你的温柔。没亮灯了，没亮灯了。别再反反复复刺痛我的伤口，刺痛我的伤口。当房车夫妻冷战中，各自做自己的饭，各自吃自己。不小的给我撵一点，忍住，还在冷战呢。上个厕所，找准时机，赶紧整两口，恩真香。扶个远夹个菜，看样子还得继续。漫漫漫长夜，夜夜夜漫长，没有你在身旁，我夜夜惆怅。哎呦你妈！我是你的忘呀忘一忘的假装心上心上一瓶花儿。真好吃，我不吃。乖阿姨，哎，你干啥呀？吃饭了吗？炒这么多，能没带你份吗？去吧，干啥呀？你吃这份啊？你不吃没人吃啊？那去。一个多情又无情的脸呐，像真心里握不住的沙。哎呦我的妈！
当夫妻冷战中，各自做自己的饭，各自吃自己。啊，一定要赢，还在冷战呢。13分钟后，肚子有点长，上个厕所，找准时机，趁老公不在偷偷整两口，有点烫，比面好吃多了，再来口。假装没发现他偷吃，不个远夹个菜，看样子冷战还得继续。唱日出，唱日出，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Sorry Sorry，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。什么十块的星球？冲叉叉。下午跟男友争执了几句，然后就一直在冷战，过了好久也没有说话。Later， 包子好吃棒啊。不吃。哎呦，你不累吗？这都一下午了，比赛也有一个中场休息吧？啊，你真的，你吃完饭再补充点体力再生气行不行啊？我吃不下。哎，我吃。我现在啊，真的隆重、非常正式的告诉你，薛子宇，我错了。行了行了，川们，是吧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有的人心在左边，有的人心在右边，你知道我的心在哪？你没有心。错了，我的心在你那边。哎呀，这个身体不舒服，让他闹宝宝。没有，不要。啊，也是，暖宝宝哪有宝宝暖的？我暖暖你，我暖你吗？松，你不是一下午都不跟我讲话吗？我哪一下午不跟你说？我一下午都在想我该怎么哄你妈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想快一点？哎，那是我的原因，我对不起你，错了，我承认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咋了？我对不起，啥？是不是？饿死了。别动。啊，你动一下我搂你啊！干嘛？哎呀，我的宝贝儿，来，看菜啊！这道菜叫没有坚硬外壳的虾，这道叫甜心鸡翅。怎样？搞得这么夸张干嘛？怎么了？这叫夸张！你是我的超级年费员，你就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，知道不？还喂你。好吃不？嗯，好吃。你说他生气不？不生气。你也知道啊，你犯不着犯得着跟自己肚子过不去吗？咋？哎呦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吃吧啊！我的个乖，站死哦！哎呦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啊，嗯，为什么这么香啊？怎么有这么好吃？嗯，喂，大海，我这刚做好饭。啊，行行行，好，那我去了，你等我啊，好，好，嗯。
喷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要么也你吃面？我不吃，还给我生气不？出来好吃不？还行。还想吃吗？对不起啊。知道道歉了。快吃了吧，没给你放辣椒，你那姨妈了。女孩子还逗我。上日出，上日暮，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Sorry Sorry， 而我的扫帚却只能清理垃圾堆。什么十块的星球，冲叉叉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丢啊！陈小明，咱俩这个人，一句话你都别跟我说，永远别跟我说话，神经病吧你！我就不吃，我自己会吃，不用你管。行。啊、你吃色菜能吃完吗？不要。色菜。哎呀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心都残留的那份温情。我不能听见心中的